各位乡亲，大家平安！啊，真欢喜啊，会当阁甲大家来开讲。不过今仔日我要出来以前吼，心情相当的沉重，因看到这两天的报纸吼，啊，我古早创台时间吼，捌伫个民视做创党员的这个董事长特别助理，甲伊做伙啊，伫创台迄种上届啊艰苦的期间吼，甲伊甲真侪同事。啊，拢总有开创过这个民视啊，但是开播了后，啊，我因为家庭的关系，啊，甲民视种种的代志，我有啊，甲党员讲，无你允准我转来美国做驻美特派员，啊，我嘛有为迄个时阵做啊2003年吼，啊，以后我会渐渐甲大家报告讲，其实做这个特派员嘛有真大的福气，啊，甲真大的贡献，不过。为这个民事，哦，我也无爱台底讲足济，因为我到底离开也真久啊，哦啊，有关系的人士吼，啊，我拢足熟的，包括王明玉，哦，我嘛是从高中我就拍伊啊，吼，啊，尾啊，伫个啊，等于台湾大家服务党员，初初等于选举，伊做党员的这个伙伴的吼，嘛是有伫个上大场的，伊拢会。叫我去参与吼，甚至去暗做主持，甲田妈妈做伙，甲东营安尼赞助吼。啊，所以大家好朋友，啊，培洪更加免讲吼，培洪较早伫个即个八抗年代，甲应援伫个北卡，咱大家拢足熟悉即个北卡事件。到尾啊，阮有组一个叫做啊北美洲台湾人文艺协会吼，啊应援培洪吼嘛，拢有参加阮即个啊文艺协会，所以。大家拢真熟，所以伫这中间我啊无方便吼，啊我过也离开足久啊，哦感觉讲无适当来讲这代志。不过为此咧，才去让我想着讲，其实伫1994到1997吼，我就是因为讲，迄阵啊台湾的所有的媒体拢是予国民党吼90%控制，不管是平面媒体，特别是电台甲电视吼，电视迄阵无线电视台都台视、华视、中视啊。哦，啊，地下电台是因为都国民党干那有因的党控制的这個电台，其他咱拢无法度通正式去摕到 license， 所以咱台湾人迄阵都会去啊，因为科学渐渐发展吼，都去买一寡上介简单的，爱当真简单发声哦。啊，国民党无批准迄阵啊，那是宋楚瑜就是胡志强做这个新闻部啊，新闻局哦。反正就是咧管遮有诶无诶吼，伊就绝对无批准，所以咱就不管。迄阵啊，大家有即个科技啊，所以迄阵啊，就伫遐来设足侪台诶，即个叫做地下电台 （radio station） 吼，迄是即收音机诶，毋是电视啊吼。啊，迄阵啊，民视台开始要开创诶时阵，嘛经过真侪诶苦楚吼，包括讲。迄个上重要要发声、发声、发影吼，诶，迄个物件吼，嘛是都爱暂时面试，还阁无爱去甲台视、甲台视做就对啦。哦，爱做阿扁啊，做台北市长哦，所以真侪遮安尼爱外口爱去撞的吼，遮拢经历真侪苦楚才有面试。啊，所以阮伫个面试进程呢，啊，我即个王大吼，靠毕龙先生吼，伊迄阵等于做国代。啊！伊感觉讲要等下民视开播，毋知当时，所以就先用上简单的叫做卫星电视，透过 satellite 吼，看做这人造卫星啊送起来，佮送倒转来，差三秒尔吼，但是都爱透过这个人造卫星，所以叫做那个卫星电视吼，阮有去创一个叫做专民吼，啊，讲起来讲做 CBT 啦吼，民间专民 CBT 专民卫星吼，卫星电视。啊，初初阮迄阵咧做吼，甲后甲张俊宏伊做董事长，但是迄阵啊出足侪钱诶，叫做陈信宏，因翁仔某捌做伙做过啊，立委即嘛拢退掉，但是啊，搁有啊一个林文龙，阮也定来欠钱，拢去甲累钱哦。真侪遮个人搁有国代代表吼，啊，有真侪遮个咱民进党也是讲靠台湾意识诶，拢甲阮斗相共吼。啊，所以我即嘛要简单来分享讲。我回去那年1994年，拄啊是台湾地下电台吼上界兴的那年，但是嘛是拄着足大的灾难，就是讲，
两摆足大足大的这超大吼，啊，超甲乱七八糟，稍等我会甲大家简单报告者。不过这地下电台，我要将真大功劳者吼，就是讲因以职业来讲吼，贡献上大的吼，啊，甲你推动推广上大的就是运奖吼，这全台湾所有的这计程车司机吼，因伫个赛计程的，有人载好，无人载好，足无聊，因就来这准开。哦，啊，就听这地下电台，就是咱这安尼较有台湾意识的，啊，较正乡土的，啊，来主持的这地下电台，啊，所以迄阵啊，我会记陈婉珍，哦，啊，投入去这个地下电台，伊要做哦，就要做哦，安尼，甲人较无相像，所以伊敢伫个迄个时阵，伊地下电台叫做咱大家拢。大家无啥敢好诶，即个吼，安尼，敢若有迄个带动意识诶吼，诶电台，吼啊，所以我迄阵啊，完全就讲，阿亮啊，你即个电台你有经验吼，啊无，即个透早第一炮吼，即七点到八点半，互你先来换盘吼，啊，甲插起来安尼，吼，所以阮迄个电台吼，伫个1994年诶。七八月啊，就开始正式开播吼。七月十八也是当时正式开播。迄阵啊开始吼，前一礼拜阮就有试播啦吼。试播时阵吼，哇，迄计程车司机有听啊，速速滴啊。试播是干呐，我也无别人，吼，我一个一直讲，吼，为政治讲啊，宗教讲啊，即个咱做人生的一寡疑难杂症啊。试播嘛有可以有互人来问问题吼，所以。迄阵啊，足侪计量司机哦，一礼拜内底差不多拢知影有我这人。啊，我迄阵啊开始拄啊伫个 CBT 全民卫视用台语报新闻吼，啊，所以都安尼，甲计量车司机哦拢足好。啊，所以有一天拄在正式开播迄天，啊，我去咧台顶七点到八点半，哦，口音不断，啊，大家足热烈。但是落地下，即个地下电台了后吼。落去伫个忠孝路吼，啊，你等计程车吼，大家逐台都拢满啦，拢无要空车，啊，我伫遐哩一七八台拢坐无，所以我阁爬去电台顶悬，啊，因大家拢捌我，所以我就甲迄下一个节目主持人，我拜托你，你我半分钟，我讲，倒一个问奖，你来挖伫个我遮吼，啊，即忠孝桥下，吼，啊，我伫个。独立放上头，我迄个名是要独立的，我做独立放上头吼。啊，我伫楼下等，你拢会认得我，拜托你啊来，我来甲我载去，我爱去上山哦。我算是伫个南京东路五段，阮的 CBT 全民卫视是伫南京路哦，南京东路五段388号吼。哦，你知影我落楼下吼，偌感动人的，七八台计程车司机，大家来拢讲，两个免钱甲你载到遐。迄阵啊大踏车呢，迄阵啊是段大踏车，载到遐吼，都爱可能爱点外钟，反正爱要两点钟，阁免钱要甲载。啊，我渐渐甲遮有，当然我就敢若会当选一台啊。啊，嘛是无爱，袂使讲，甲讲你袂使无摕啊。啊，伊坚持讲，哦，我听啊，四处听啊，我顶个会当甲你正本尊啦吼，甲你正人开讲，啊，我嘛会当学习真济吼，学费变做交通费安尼。我要阮两个全 compromise 吼、哦，讲啊无安尼啦，你讲照表条收200块吼，啊无安尼，你上少啊加摕100块，准做油钱吼、哦，啊所以到尾啊，哦都安尼，即、這个运账为迄天到即个电台两摆超台超甲无去啊，伊只停止无来加载，透风落雨也好，啊超台迄天伊也唔惊死，也缀我来到电台，甲我上官讲要陪我到红地去安尼吼。所以即、這个即中间我接触就足侪文章，拢唔甲我提钱，啊唔甲我提钱吼，我实在讲我足艰苦，我无知影讲人即艰苦人啊，啊你无钱也袂使吼，啊照条准讲160块，啊是讲哦差不多200块，还是200块，啊咱当然咱爱甲大方个就300，就讲免走，所以我即个免走加减嘛有了去，但是我讲了了有价值啦吼，不过因为。即、這个计程车司机遮吼，我感觉讲迄阵啊上大诶，一只公路遮，因为计程司机伊上车，伊就强迫你听这啊。啊，真侪人因为安尼受影响，啊，佮计程车司机因为伊家己本身
一日几啊点钟听咱遮个电台，无也有教育，也有男女关系，也有啥样，因家己本身个即水准也提高。吼、哦，迄个人司机半年了后，你搁甲伊谈哦，感觉讲哦，我讲啊，你听半年，你嘛听我去主持节目，还讲后影哦，啊，就事实，我感觉讲即地下电台吼，上大个受益者，也是上大个支持者，就是阮漳朋友吼、哦。所以那二三十年，1994年迄阵开始，到即阵个咱遮阮漳朋友吼，我要甲恁安尼致敬吼，鞠躬。恁的功劳真大，啊！佮伊拢会报讲，你有听倒一台？爱听梁国迄独立放送台吼，啊是讲即个社中正义的绿色和平，啊是听哦，真侪人拢有啦，张俊宏嘛有全民电台哦，啊所以即个我感觉讲，得先肯定即个阮漳朋友哦，佮接落去呢，我要甲大家讲，地下电台就是有互动，古早的电台拢嘛我讲你爱听，你听听有同意无同意你的代志。但是地下电台，咱有一个好个代志，就是讲开放。我讲五分钟就讲好，即马开始开放，吼、哦，恁会使敲口音来。但是限制你敢来当三分钟，有个人就讲讲十分，吼、哦。限制三分，你若无了，我来消音。但是我会晓甲你回答，吼、哦。啊，所以迄阵啊呢，因为有即个互动，国家讲有即个口音吼，吼、哦，真正讲将台湾规个空中，吼、哦，吼、哦，大家即个互相个教育，咱对听众朋友。买当得足济，咱唔捌听到的吼、哦。啊，即听众甲听众中间互相买当学习啊，所以我有几个安尼较感动人的故事吼，咱就拄下咧讲起咧，叫林亚书记吼。伊甲咱台湾一个真出名的人吴三连共名咧，伊叫做李三连哦。我说李三连，我真足感动的啦。伊唔难变钱卡在吼，因兜故乡伫台南那山啊，你食食食，摕两两，伊就两两拢送我，摕去哦。电视电台的人吃，伊家己一粒都唔敢吃哦。啊，真侪伊的好兄弟吼，甲即马我阁食纪念这个人哦。不过有几摆的这个口音也好吼，也是讲有包括两摆的朝代，我都迄年也拄啊恭逢其盛吼。所以简单甲大家分享讲，这个口音吼是偌真哩啊严重。咱知影讲北京去一句话讲叫做“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啊吼。地下电台，即、這个口音同款，敢若水。你若无控制好势吼，你不好控制好势，你会等，互大家教育悬，互大家听台湾的心火热起来。但是若听无好势，你若控制无好势，反正会引起暴乱啦吼。敢若包括讲，我会记得迄年，阮7月31日吼，拄作开播无偌久吼。就发生一摆大臭台，哦，啊臭台，规个电台百几台哦，台湾拢有迄、那个，毛迄个，敢若囥咧车底，啊，迄个咧发送迄条机器哦，随车跑的哦，毛迄个咧走咁动作的，哦，全台拢臭台，啊，我会记得迄个，计程车司机迄阵啊拄啊一个老阿，啊伊甲载甲中少桥哦，伊讲。啊，一定又是超台啊！哦，因人也有经验啦，因为桥上桥下拢是政报部队啊啊！阮的电视台是伫个顶楼的楼阶，就是讲13楼啊，去到顶楼，所以机器拢藏伫遐，嘛拢有人专工为遐落去啊，才落来超台啊！所以我到的时候，市电铃已经无人开啊！啊，我想啊，就知影讲北台伫计程车的旅程中，就知影讲超台啊，所以。迄老我讲阿超大哥，你免落车，你我阁来载倒转去。我讲你扶我落来，我行路，因为迄阵要去到电台拢封锁起來，我就行路去到电台市电铃，果然无人接。想讲当然安尼是要安怎吼？我内底一个副国啊，我袂记伊姓啥，伊就出来讲吼，啊你阁有来哦？你大家拢走袂入来，你安怎走入来？我讲我嘛唔知啊，我都哪了知啊？反正就撞入来。伊讲啊，超大啊！全台湾超甲剩咱即台压袂入来，但是主机啊唱调的啊，啊你要做啊毋做，你若做是人防掠，主机啊用没收啦，哦，啊我就讲，反正咱还阁会当发声，不管效果如何，咱一定要先发声，互真济台全台湾大家即摆真正是拢即习惯讲即时间要听地下电台的人吼会暴动啦。你一定爱分知真实现象。你说喊讲上清的这个吼，
对啊，电台主持人，我是柯英奇啊，嘛捌来洛杉矶啊，哦，随便出钱回来。柯英奇迄阵啊上镜啊，听讲柯英奇用台词等咧淡水河啊，无就讲柯哦啊，即阵啊，佫有一个魏家邓去的一个迄个较早宜兰县的。一个唔知副乡长啊啥，我真袂记得哦，敢是张伟宽啊吼，伊某一个电台讲互拍甲重伤，所以大家足愤慨，想讲哦，安尼就来吼，爱、哦、来包围警察局啦，包围新闻局，啊，这代志若无人出来发现真相，甲真相透过电台安抚民众吼、哦，第二摆、第二摆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讲。反正我提美国护照，我较唔惊，我就存心。我美国护照拢炸掉的，唔是惊死，也是要保护家己吼，爱当发声。啊，所以我就讲，我要继续做。啊，到尾啊，搁一个咱洛杉矶当个个陈进财，伊个正名唔知啥名，我正袂记啊吼。反正进财讲，两句啊，唔通哦，抄我存咱这台哦，有来台中听讲有一个什么美丽岛的什么声吼，这就是你台啊，搁有咧发声，干咱两台人尔。我讲，我感觉讲。我一定爱搁做，但迄段联络袂着完整啊，完整啊，因为伤早，可能伊暗时啊咧服务，伊煞做入去服务百姓哦。反正伊都我联络袂着，啊，但是有甲留话，啊，到尾啊，我就讲主机啊倒起来，啊，我就开始讲，哦，大家可以哦，我大家可以，哎，两个啊，安尼袂使啦，啊，个人唔知是对方制造假消息，还是讲真正讲，听讲政报部队吼。几啊百个啊，上少几啊十个吼，几啊台车向咱的这个独立放上头咧开进啊吼，可能咱都要呼吁乡亲，最后这代咱都要来保护这代吼。我想甲遐个听众讲，听众朋友，恁一个人都唔通来，恁若来则真正会发生暴动。啊，遐个人来，上济是目睭即机器甲掠我尔，啊，你做你放心吼。我既然敢伫遮讲这话，我嘛要甲。伫个透过即个 radio， 哦，有单单来讲，我的人做也是，我是和平主义者。你来，我袂对抗，因为我怕输恁嘛，吼、哦。啊，你要抓啊，我就给你抓啊。啊，你若要目睭，我就给你目睭，吼、哦。你坐我拢会乖乖啊，服从恁的暴力啦，哦。啊，以后再搁拍算。所以我迄摆就是讲有安尼来化解讲，哦，无大家若真正撞来吼，会不得了，因为拢有人做假消息，吼、哦，讲。可能几种台词，等你淡水河吼，啊丢金石啦，要得丢金石啊，哦，好金石啊，去用拍重伤，但是真正有两个吼，伫金石啊，迄个电台吼，残障朋友吼，去用别讲爱跪落去，吓死你，啊无全去用拍重伤，到尾啊，这两个我马上叫计程啊，甲送来我的电台，等我伫我的电台。向干阿威来发声吼，向全台湾民众报告一件代志哦，所以迄摆吼，因为这超台第一摆大真正有武力超台，就是迄摆啊。但是想到咱要坚持遐尼侪一个地下电台，因咱当从真正的消息，你国民党的电台加迄、那个因的电视拢歌功颂德啊，咱听真啊假咱唔知啊。但地下电台，咱拢凭良心讲良心话，嘛袂去偏袒讲着台独人民，也是讲咱掠个，迄种嘛不会掠个，哦，迄种是干那党话尔，哦，所以有真济公路，包括我讲吼，可能会当化解社会危机啦，哦，哦，我拄仔咧讲这个超台，这都是一个社会危机啊，哦，佮刷落去呢，可能买当声援迄个弱者，哦，我会记有一摆。1995年吼，已经伫遐做头即要一年啊吼，有一件代志，有一个我的迄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迄阵也有伫电视啊，走来我的 CPT 专门卫视吼，就甲柯比同张俊宏、陈胜宏经营的即、這个啊卫星电视，摕一寡资料给我，讲伊伫个3月7日吼、哦、啊暗时啊坐公共汽车吼。哦中站的前两站啊，前几站，迄、那个计程啊，驶到起摩歹啦吼，日本讲哦，做起摩是瓦瑞吼，伊就歹驶啊，剩五个人就讲下车，老子不开啊！啊，这个人讲我要到终点站啊，我管你终点不终点，你给我下车！啊，这个人伊就足不便啊，所以伊就看迄司机的号码，伊就特别起来要甲抄起来吼。吼、哦，迄计程嘛，毋是计程啊！迄巴士的司机都甲拍到吼，目镜破去，目镜人吼，佫有
碎片倒入去目睭遐，啊转伫遐哀，所以即个司机无法度甲送去附近的病院，毋知是眼科还是大病院，反正就是医好了后，哦啊就伊就按算讲无敲电话叫警察，咱来警察局遐来作案啦。迄个人讲到警察局去，本来都没有我，哦、意思就是讲到我主笔哦，你来医目睭就好啊，你给我滚蛋啊你！所以这人伊将这资料提来，我诶 CBT 全民卫视讲，看我会当甲斗三工咧，哦，啊我讲我会当敲电话吼，一个台北市公家处诶处长，哦，啊我会当敲吼市议员，哦，啊市长。想无用，我就无去甲压榨，去甲榨做，毋是压榨，要甲榨做。啊，因为讲我上大的 power 就是这个口音。明仔暗我就要做这个节目，啊，你来我的节目，啊，我阁请公车处处长来我的节目，我阁请三党，迄阵已经有新党啊，吼，都迄个民进党，吼，啊，甲国民党，甲新党，吼，我讲。哦，无，咱我请这三党的市议员，大家来评评理，评评理，啊，你来做现身说法。我靠，公家处处长，伊唔敢来，哦，伊讲啊，我拄啊有代志，我已经摆好势，啊，咱嘛尊重了，真个假，咱拢尊重，哦，伊讲不过我一定会收看你们的节目，哦，好啊，你若要收看，你就好好啊看，阮绝对讲事实，哦，啊，我迄阵啊，卡足济。有的议员，大家已经有摊，有的无，感觉讲这也无啥。但是有两个市议员吼，国民党的无来啦，新党的吼，有一个吼 ，to my surprise， 徐美凤，徐美凤迄阵真敬业呢，迄阵啊是真正伊来上我节目，互我印象真深哦，真敬业。伊马上我好，我一定去，哦啊，我会准备，我再资料我先给你，吼、哦。佫一个就李义阳啊，迄古早甲变人变出名的吼，李义阳议员。啊，这两个到尾又来，啊，公家组组长无来，啊，我迄阵啊，好一个较作个的话叫做上公车吼，坐公车上贼船呐吼，出船了对吧？哦啊，好、哦，真正人徐美有放假，这个李义阳拢讲啊足好个，哦啊，公家组组长嘛伫遐咧听，我要卡口音入去，伊是无用无食，但是至少在讲这代志到尾通过李义阳甲徐美放吼。哦即徐美凤，我已经教，我有甲讲，啊，伊是乌汉字啊吼，就是讲咱台湾人甲外省人诶合作诶结晶。我讲啊，你徐美凤，你家己晓讲你台湾人姓啥？伊讲曲，就是歌曲诶曲，哦，曲美凤。所以我即摆也是徐美凤做曲美凤吼。没有，我嘛有几啊摆拢有叫伊来。我感觉迄阵啊，徐美凤足敬业吼。啊，所以有即个代志发生了后吼，我就感觉讲，愈做吼，愈感觉讲咱有成就感啊！哦，所以我会记诶，圣经内底吼，新约圣经内底讲彼得伫个迄个 temple 教堂，也是讲伊诶迄个犹太教诶教堂诶外口乞巧要甲讨钱，伊讲金银我拢无，但是我奉主耶稣基督诶名，互你一旦徛起来，吼、哦，家己自立生活。哦，啊，我嘛定咧甲即个我诶听众讲。金银我也无，权势我也无，但是我有这个平台，就是地下电台做恁的后盾。恁有啥物冤枉，恁拢来甲我讲。哦啊，所以我才阁分享一两项，我感觉讲较安尼，甲即摆也会记的吼。我会记的，伫个阁续落，已经差不多要到第二年啊，第三年啊，1996年的11月，啊，我伫个绿色和平，吼，这就是社中庭创办的吼。啊，这个节目的时段本来是咱海外登去美东的名嘴啦，吼，陈应灿登去主持的，叫做台湾 study 台湾学堂。啊，迄阵啊，拄啊伊有代志，啊，较无闲，也是登去纽约，我袂记，我有甲暂待几啊个月吼。啊，拢是暗时11点到12点哦，嘛有人不爱困要听我的节目吼。啊，但是迄天吼，我咧讲的节目，我是针对迄阵啊上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有一个柯妈妈因囝去弄死，啊，伊一直逼李登辉讲，一定爱强迫即个汽车强制保险啦。迄阵台湾就是讲要报唔报财力的，你若无强制保险算犯法哦。啊，李登辉有所动，因为李登辉捌召见即个柯妈妈，啊，所以迄阵啊都有这代志，啊，所以
完全注重这个讲酒后开车的后果。所以我一讲的节目叫做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好、哦、不喝酒哈、哦，这个节目。哦，其实开车的时候哦，都也不不的口音不断了、啊，结果差不多开始十一分的时候，雄雄有一个人卡入来吼，啊，我都因为我拢爱照秩序嘛，但迄人卡入来，甲我的接线生就是讲我无接，但是迄人伊会讲我这是紧急，我就是你刚才咧讲讲有一个咱的媒体人哦，哦叫人卖开车的媒体人哦，家己食酒去弄死两个。警察的高级官员哦，其中有一个台北市某一个分局的分局长，吼、哦，啊，因某讲伊坐计程车顶听我咧讲哦，足感动，所以随时本来要去倒位啊，随叫计程车司机转头倒转去倒引导，卡可因是白讲，哪考哪讲讲，我就是你在讲那个分局长的太太，哦、我就哪讲哪考，啊，我就感觉讲哦，这是上好的一个。见证者吼，我就讲，你做你看我讲，本来我伫咧口音节目吼，为了惊人，安尼，咱讲长话短说，一些短话长说吼，弄我喊讲三分钟，我就甲你消音。迄天伊一直讲吼，我感觉讲句句拢属实，啊，佫一旦讲，互人知影讲，难道一人互车教细是偌尼啊痛苦？囡仔这细汉啥呀，生活马上受影响。我全互伊讲十通分，哦，有影伊。啊！你讲两三句，我就讲，我实在好可怜，好可怜哦！讲啊，这个好可怜，好可怜，不是跟他讲我当场在哭。嘿，所有我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跟他讲，哎呀，咱那他那一杯干什么？他那一杯会让人产生这款的情景啊！哦，所以迄暗这个人的迄个交杂着这句讲，我实在好可怜，好可怜哦。这句话打中足侪人，咩卡关以外讲，两个我酒绝，饮酒绝对歪歪吼，啊，背后恁无恁我唔知，至少大家拢卡入来。但是到尾啊，各有一个查某感官女性，在电脑摆，因翁是警察局长，还是警，反正警察的太太啦。伊卡入来讲，无，即下话警察去，有电脑摆就对啦吼。我拄还是警察局长向教授，即卖是一个。反正就是另外按就对了吼。啊，伊嘛讲啊，我四级无得妥啊，吼、哦。即马是换警察去教死人啊，吼、哦。啊，警察教死人，唔知有关系，还是讲安怎都永远提袂到赔偿，啊，无得到惩罚，吼、哦。啊，嘛是咧甲我讲，看我有啥物办法无？啊，我嘛是继续和伊继续讲，吼、哦，讲啊，到尾啊，安尼。大家口音卡入来，感觉讲啊，两国家在有你这个口音节目，所以口音，因为讲有时啊是讲，敢那哦，如水哦，载舟也覆舟拢会使，但是口音呢，你若控制好势，会当改变民心。所以像我感觉讲，全台北走街上司机，大家拢捌我，因为我搁兼电视台咧报新闻，电视台我嘛咧讲遮，哦啊，所以。真侪人拢白个，真侪人拢感觉讲啊，咱做这口音节目吼，地下电台也好，正式的卫星电视，也是讲民视到尾啊来美国做特派员，我感觉讲这会当为通过你一个人，你电视你做口音，你都几千人、几万人，甚至是那无线电视台、三民视是几啊百万人咧看的，吼、哦，所以敢那讲耶稣的身价，第一个身价就是讲哦，伊伫山顶报道。啊，有三千个、五千个人，啊，讲啊，上久无饭通食，无物啊通食。但是耶稣有法度讲，伊的学生有五个饼、两尾鱼，伊都经过，伊是神，伊的祝福愈变愈多，愈变愈多，好三千人也好，五千人好，食到百个，还佫有剩十二拿还是几拿吼、哦。所以咱地下电台，我常咧甲大家开玩笑啊，我伫个即个。电视台本身，敢那我陈良，迄阵有一个宋七礼有无？讲伊有做本尊啊，但是有足侪分身啊。啊，大家就讲，我嘛捌做过宋七礼的节目吼，叫电视来讲啊，嘛叫曲美凤，因曲美凤就是咧代表咧电视因翁仔某吼去崇拜宋七礼啊吼。Anyway， 我开玩笑，我讲我本人伫咧 CBC 电视台，也是伫咧独立放上头，伫咧吼。绿色和平，还是讲伫全民电台，我就是本尊。
但是您伫恁家的电视啊、垃圾听到的、看到的，迄就是我的分身嘛，吼、哦！啊，迄是唔是讲三千人、五千人呢？那伫面试，迄是几十万人呢？吼、哦！所以咱有大众传播，当然即马较无遐重要，因即马佫有网络啦，有啥吼、哦？但是迄个时阵确实有影，吼、哦！会当救足侪代志，包括讲，我会记1986年咱台湾上大的风台，迄、那个名，那风台拢有好名，叫做赫伯台风嘛，吼、哦！赫伯台风呢，我记迄年安尼，第一暗都差不多台湾超80%拢淹水啊！啊，迄、那个代志过了无偌久，我是忠实听众，吼、哦，电台甲电视的观众兼听众，伊就甲我写批啦，吼、哦，这人是啥呢？这人是住伫个永和啊，是啥物？反正就是迄个所在吼，足安尼装较无啥水，那淹水拢绝对淹的迄个所在。啊！伊就甲我诉苦讲吼，阮呐风台不管大小，阮拢上少音乐到腰的啦。啊，偏偏啊，我的人是一个重度残障，伊是吼两只脚吼残缺，无法度通行路，所以拢用一个椅骨头啊吼。啊，伊则用两只手吼，就两个椅骨头啊安尼做伊的脚兼手了，就说用手啊提两个迄个设的椅啊安尼咧行路吼，安吐者。但是人伊嘛是伫引导吼，人伊做一挂即、這个。很精细，还佫玲珑，佫趣味的玩具，卖喺边仔的囡啊，哦，有时啊会去教因老母，因老母70-80岁啊，哦，去共倒车衫、倒送衫，哦，伊安尼独立更生，吼，啊，伊讲啊，文笔佫真好写，伊甲讲，阮到遮吼，十对那台风啊，小可安怎落大雨就风台啦。啊，阮也毋捌半人，但是阮电视拢有看你的口音，啊，电台拢有听你的口音吼，感觉讲你拢有咧关心阮这，吼做趣味社一人，足微小的人吼，啊是讲无人要甲阮插的人，所以你是毋是当讲吼替阮想办法，吼台北市政府迄种叫做管啦吼，管政府吼，会当派人来甲阮看的，啊，阮就是下骹遐垃圾啊吼，拢擦掉的，所以水流袂出去啦，你有。有地下水管，无论偌大，拢已经塌掉的。啊，我迄阵啊，向荣接到这批，我感觉足感动。这伊个读个国小啦，但是文笔写个足好个，我足唔甘的。但是迄阵啊，我已经离开这个 CBT 全民卫视，暗时才去做节目。日时我已经去东营遐迄个面试，做伊个董事长特别助理。但是迄阵面试前阵，佫还袂开播啊，所以我也无卡美拉嘛，无卡美拉面嘛，无记者。哦，但是 CBT 全民卫视，我虽然迄阵啊做啊协理，我当管新闻部、节目部，我调动偌济记者、偌济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拢会当调动。但是我已经离开遐，我是暗时啊义务去到做节目，所以权力上我袂使随便调动。我即马安尼，我就袂当去甲你做节目嘛。啊，想来想去，我才想讲，台北馆长都阮朋友邀请。哦，啊，正啊，古早伫德国留学，阮边啊，就是讲世代会也好，也是讲吼，尾啊，佫倒转来，大家拢有识。虽然没有什么深交，咱坦白讲啦，吼，但是伊知影我知影伊啊，吼，啊，伊嘛知影讲我咧电视电台咧做节目，我想请啊讲，做节目你咧管的，所以我甲写一张批，残疾的查某囡仔，即重度残障的人，即批寄去哦邮政，我想讲。人个遐大尾无一定袂记咧咱啊，也是讲啥？反正我就讲试一试啊。无想到请啊接到我个杯水，甲我讲，两个我接到，但我做无闲，我交代落去一定爱办啊，吼。啊，果然伫个真紧个即个日子中间，即查囡仔我甲写张批，讲足感谢。你敢若一张批吼，有请后请先写批给我，后请予你，啊，已经拢甲阮解决这个代志。当然后摆个风台我唔知是不是因，至少就是讲关系拢已经消化，拢好势啊，吼、哦、啊，所以这赫伯台风呢，就是讲这个查囡仔这个故事，我才佫感觉讲，哎呦，我这嘛是通过我的地下电台，也是讲我的 CBT 全民卫视，吼、哦、啊，通过这口音节目，啊，予真侪人会当敢若讲来到底。在咱的这个所在来诉苦吼，啊，会当讲来得到解决啦。所以，伫个这个地下电台也好，高音的电台吼，咱拢会当做足侪好节目。甚至讲对矿工啊，或者像啊毛渔民去伫菲律宾向掠去几啊个月、几半年，嘛是无人要不离不睬吼。所以我感觉讲，
不管讲即个计程车司机，还是讲迄个车祸啊，受在冤枉的人的代志吼，啊，咱拢伫个迄个中间，我感觉讲，我前后三年伫个台湾的即、這个啊，电视也好，电台也好吼，口音我嘛有做即个讲翁仔某啊，免啊啥哦，和平相处，还是讲咱伫个电视电台吼，咱会当讲真侪，互人和睦，互人和好的即个代志。啊，甲大家报告讲，迄几年的这个地下电台，吼、哦，所以呢，到尾年底，佫有一个一摆的超台，嘛是拄着足大的代志，吼、哦。啊啊，伫这进程，我最后佫分享一个小故事，吼、哦。迄年拄啊有一天真早，啊，就传来讲，这个统一饭店，你知中山北路迄种上界大间的饭店，就国宾饭店、甲统一饭店嘛。统一饭店有一个。有一个小小的餐厅吼，我真袂记啥物名，日本料理店吼、哦，有一个专门计程车司机吼，去予人拖入去内底，用三四米刀甲刀子搁甲等咧路个安尼，所以计程车专门计程车司机就苦足济几啊百台来包围统一饭店，按正要予这三四米刀的这人，也是讲内底人吼，按正要因为要。一刀还一刀啊！吼，引起足大个轰动。啊，我迄早起我阁共款伫个山林埔个独立放送头咧主持电台。咱卡来讲，两股即足严重哦！啊，因为透早一寡即民进党较大家较捌个即个哦，立法委员也好啊，院长啊是啥，都是找拢无即个人啦。啊，即、這个统一饭店个商宾厅吼，即、哦、包括统一饭店，规个拢团团包围，毋是干那运将尔尔，大家。只要好奇的人也去围，所以 anytime 会引爆大暴动啦。吼、哦，啊，我迄阵电台，我就伊，甲遮卡过因入来讲，恁大家稍安勿躁。既然找无遮人吼、哦，啊，我也着亲身，因恁拢捌我，我亲身，我赶紧看倒一个过程，上紧甲我吼、哦、发单啊，我紧着甲载去到统一饭店边啊。我一搞讲哦，真正不能控制，已经有人。讲到歹听，就已经关迄个汽油桶要来，要解输赢就对。啊，我马上甲变面讲，你这十点啦，你做事壮志上当啊！哦，就是讲有这代志安尼，啊，大家甚至是我带迄个摄影师去哦，大家讲这叫白啊，这国民党叫白啊，要来录影为证安尼，哦，足大个迄、那个，加再就是讲迄中间啊，陆陆续续我也有。要走以前，委托足侪人靠弯进啊，来靠即个吼，较有伫咧台北，安尼马上会当行动力真紧的人吼，啊紧来，所以未少咱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啊，一寡安尼在节目主持人，包括我即款人吼，落去吼，所以迄摆香槟厅的代志吼，全规个安尼有按落来，啊到尾啊，我诶考验节目，包括阮 CBD 全民卫视吼，我嘛有请这小叮当，迄、那个王台是都是站出来外口，叫做小叮当吼，伊个哥哥啦，像我姓戴，我袂记啥名吼，反正就是讲安尼，伫个即中间，咱拄拄啊，恭逢其时，啊有去做着即个地下电台，啊也有去参办吼，创办地下电台，甲弯金啊有卫星电视，啊个也有参与伫个即个电视，所以。我要结束以前，我要拜托讲民视的啊、各位哦，当主也好，各位主公啦，吼，不是地公，不是地公，吼、哦，是各位主公啊，是朱女士吼、哦，大家堪当啊、哦、啊，为了前途，好不容易争取出来，为了咱台湾人发声的民视，拜托一定会当和平落幕，多谢。